因为有一个舞台都有重心，有些重量都有重心，没有重量就没有重心。嗯，但我们没有重心，在那个空间里重心。你是根据什么来抓人家的重心呢？你松，你自己松，就体会到手握着。那我们手说松，看前面就是看没，我手能硬，我手的肌肉没有了，手没有肌肉，没有敏感，就不能体会了。手一松，打马球，拉马球几招就三遍五遍，手那掐也不知道，没有灵感了，没有，会身有说灵感，或者自己手或者一个接触要敏感性很强，说碰就像身体的重量在变态，它就最终的重心点，它是滑的重心，你打重心，它滑着。你打平均滑平均换平均就归你平均最终的，所以他一定站不住，所以这平安你道理平均道理跟一下中心自己不厉害，中心手动也不厉害，中也不厉害，松不厉害。